你懂吧？这年头有点难让人惊奇，除非你袖子里暗藏奇闻怪事，像是卫生纸发明之前大家都用什么？提示：长在花园里。你要是没有袖子呢？你要把这些东西藏在哪儿？耳朵后面？鼻子里面？趁着你思考选项，以下是一些你或许不知道的古怪趣闻，那就来喽。你可能一生当中都没有吃过真正的 wasabi， 你拿到的可能是普通的辣根。真正的 wasabi 贵到难以置信，对多数餐厅来说，买正品没赚头。在菲律宾，你可以在麦当劳点意大利面，它叫猜猜看大麦面。这个意大利面配的是牛角肉、红酱和起司丝。但你要是骑马，别期待从德莱素拿到汉堡，这家连锁餐厅不准。这些杂货店的美味苹果不如表面上新鲜，有些苹果在销售之前已经存放在冰箱9到12个月了。你不能同时捏住鼻子并哼声。我们哼声的时候从鼻子吐气，当鼻子被夹住，空气就被挡住了。试试看啊。大家在维多利亚时代照相时说的是 prunes 而不是 cheese。原来嘴型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贵气。此外，光是照一张相就可能会花上15到30分钟，想象要照得这么久。我们现在每2分钟照的照片就跟整个19世纪照的一样多。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在水里，这是丹麦海峡瀑布。来自北海的寒冷高密度水流到来自伊明格海流的温水下方，在路途中落下一个超过3500公尺深的水下边极，这比陆地上最高的瀑布高3倍还多。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在月球上看起来大多了，在我们的星球上，空气使得阳光漫射，所以物体在阴影里依旧有点亮度。月亮上没有空气，所以阴影比较黑。可是有光的时候，光照在月球上强多了，原因是有反射性的灰尘。我们来谈谈水果，香蕉、奇异果、西瓜都是浆果，草莓不是。根据定义，浆果是含有许多籽，并且从花长出多汁果肉的一种植物性果实。草莓不符合这个准则。技术上而言，在表面上的籽是坚果，好瞎哦！让你联想到火箭发射的经典倒数，其实是借来的。法国电影导演费里兹·兰恩在他1929年的科幻片《月亮里的女人》想出来的。这个倒数场景启发了太空总署。伊丽莎白女王2世拥有超过160头牛，对，这是皇家牛群。这些动物备受宠溺，它们睡水床，拥有最极致的舒适度。在每一辆英国坦克里都有烧水系统，用来热食物以及泡茶。饮茶少不了，不论你身在何处。一个人头上的头发能够支撑一艘游轮的毛的重量，大约12吨。科学家发现有些人拥有一窝不会臭的基因。万岁！他们的汗没有喂养细菌的化学物质，这些细菌产生浓郁的体臭。欧洲每年大约北漂6公分，原因是板块移动。也许再过个几百万年，他们就会是上面那国了。澳洲也比月球宽，来看看数字，下面那国几乎有4000公里宽，而月球呢，3400公里，再多一点。你要是在太空中觉得难过，你的眼泪不会流下双颊。在无重力中，所有的汗水会在你脸上聚成一大滴，然后飘走。回到地球上，加州大学的科学家发现，脸宽的人无法让身边的人产生信任感，所以其他人对他们的行为比较自私。YouTube 原来是计划要做约会网站的，细节还没确立，就是用来约会和上传影片的东西。YouTube 的红色标记是这个点子仅存的了。那这个频道会叫爱生活？不会。高强度体能活动有助于记忆新资讯，可是只有定期做才有效。比方说，你读1个小时的书，4个小时之后做40分钟运动，
这边的理想的运动是骑自行车。谁是乖宝宝？研究显示，多数狗狗对这个赞赏的反应比对食物正面。嘿，我们都渴望受到肯定。德国和法国的研究人员找出三个基因中的变异，这些可能造成头发梳不得症候群。你要是有这个，请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英国有超过200名驾驶是人瑞，但就数据上显示，他们开的可不比年轻人差。你一生中会花一年又三个月在决定要看什么电视上。你要是不看老派的电视，你或许也会花一样的时间选 YouTube 影片。大家以前用玉米穗而不是用卫生纸，有些人甚至在1857年现代化商业卫生纸发明之后，偏好还是没变。不过现今的玉米穗还是开心多了。彩虹常常出现，双层彩虹就没那么常见了。有头有尾的彩虹呢，甚至更少。但是最罕见的红是月红，出现在夜晚的它要归功于月光。树木不会改善城市街道的空气品质，反之还可能让空气更糟。这是因为树叶和树枝减缓空气流动，造成污染物质如排放的废气卡在树上就不走了。地球上半数的氧气是由单细胞浮游植物产生于海洋中的，另一半则归功于树木、灌木和草地。你要是能够以光速旅行，每小时1兆公里，你可以在一秒钟内绕地球7又2分之1圈，可是何必呢？不过太阳离我们星球很远，那超快的光也要8又2分之1分钟才到得了。所以要是太阳绕完了，我们也不会马上知道。魔术方块的制造者尔诺鲁比在发明之后花了1个月才解出来，现在的世界纪录是3.47秒。就这样，蓝牙技术是以统一了丹麦和挪威的蓝牙哈拉尔德命名的。原来呢，它有颗坏掉的蓝色牙齿，微笑时就看得到。不确定我是否真的需要知道这个。专业的财富心理学家是真有这么回事。这些专家协助他们超有钱的客户处理自身的问题，比方说随着太有钱而来的罪恶感以及沉重的负担。哦，考古学家在古老的埃及坟墓中发现3000岁的蜂蜜壶，这些是世界上最老的样本，而且还完全可以吃哦。显然蜂蜜就是不会坏掉。西洋棋的组合比宇宙中的原子还多。你若是上车，然后以接近100公里的时速往天上开去，只要花1个小时就可以到太空了。若是要去月球，预计6个月。你若是有这样的车，我们很想看看哦。太阳眼镜是在中国发明的，但目的不同，要在法庭中隐藏法官的表情。你若在瑞典捐血，要是你的血被用了，你会收到简讯通知。单一次闪电可以烤10万片吐司，来试试看吧。啊！1992年，有艘货轮在北太平洋掉了一个装了超过28000只黄色小鸭的箱子，这些玩具依旧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岸，甚至大西洋也有。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位于南极洲。沙漠不只是有沙子而且很热的地方，而是任何类型的降雨都很罕见的区域。而圣代不在乎降雨，只要好吃就好。血齿菌，别跟着蓝牙搞混咯，看起来像上面沾满了血。不过别担心，这只是香菇内层的浓稠红色汁液从毛细孔冒出来。这当然是不能吃，也不是说你会考虑拿把叉子。在闹钟发明之前，大家在鸡鸣或是成塔打钟时起床，但那时也有特别的人负责敲其他人的窗户叫人起床，他们称作敲起者。我有个自己也觉得很聪明的说法，可惜我不能用。木星和土星上的大气压力很高，以至于暴风雨时会下钻石雨。宇宙中的星星很可能比地球上所有海滩上的沙粒加起来还多。
吃很多红萝卜不会让你的视力变好，那只是个流言，不过却能够把你的皮肤变橘色。看着油漆杆是一个职业，你坐在椅子上面对刚漆好的墙，然后你懂啦。你的工作是追踪油漆质地的变化，哪边会皲裂，而根据你刺激的观察提供详尽的报告。埃及艳后离第一支 iPhone 上市的时间比它离大金字塔的建造近，真的。人类的 DNA 建造跟香蕉的有 60% 吻合，而我们都群居。凤梨有消化酵素，所以你吃凤梨时它也试着在吃你，但是在这场比拼中你的胃会是赢家。嘿，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，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哦。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，我想你也会喜欢的。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，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。